及我们所有的贵宾，还有各位伙伴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让我听到了最热情掌声，迎接就是我们，非常好，这就是我们富邦欢乐村所有的雄志刚强的精神。是，那今天呢，也非常感谢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一年一度的忘年会。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aco， 在这边呢，先祝福大家呢，一帆风顺，二龙腾飞，三阳开泰，四季平安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星高照，八方来财，九九同心，十全十美，百事亨通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，送给大家。希望呢，在这新的一年呢，大家都能够虎虎生风，再接再厉，让我们的业绩再创新高，大家都哼哼。哦，吼吼吼，代表这个五年呢，让大家绝对都能够旺旺旺。当然呢，在今天的舞台上，不仅有 Taco 我以外，还有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今天呢，然后欢迎我们 Boss 们，今天有带上他们的 Opening Show 舞蹈，我们先来掌声欢迎。好，首先麻烦的是东东乌鸦东三角，就是火气冲天，国之栋梁，容光焕发。这个由我们的红虎齐天永远最霸气，实施最帅气，是我们的北市区的神之领导人 boss。对，那其实我们今天来邀请的是我们最美丽的我们的林处经理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及呢是我们这个布置的由我们的沈少志处经理。陈威宇处经理，哦，今天他们可是有备